你知道吗？你走之后，丁哥病了，哭的，差点没给自个儿哭死。他现在怎么样？那能怎么样？跟你一样，当然不好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呀，简直就是一模子里出来。 一样的做事不走脑子，一样的是斤斤计较，冲动完之后又满世界去找后悔药吃去。哎呀，自己就这么折磨自己，自个儿就毁自个儿吧！你们就，你们俩一德行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我当然说的对了。你们不就是自作自受吗？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嘿，那你怎么一走了之就算是办法了吗？哦，你现在躲了就算是办法了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，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你现在觉着呢？已经觉得自我解脱了是吧？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就不能哎，多那么一丁点耐心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耐心还能怎么使。他那完全是铜墙铁壁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叫铜墙铁壁吗？那现在呢？你跟我说，是他不能原谅你呀，还是你不能原谅他呀？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什么没有意义？我跟你说，你。 你就不是一男人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绝不这么稀里糊涂的走。真的，我得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去，要不然我后半辈子都得后悔。真的，你别僵我。我没僵你啊。你看，我僵你干嘛呀？我。 反正已然是这样了嘛，对不对嘛？本来我还想给你带句话的。带什么话？如果我说他现在为这事儿挺后悔的，你信吗？哎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是吧？过去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哎呀，过去我还真以为你们啊。 特别在乎自己的事业，现在看起来就那么回事儿，什么黑池啊，什么理想，就当我没听说过，让风给吹过去了。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啊，就等于让我们看了一出戏，啊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你说的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不重要？不是。 不重要就是不重要啊，就是不重要呗。你知道吗？你走之后，丁哥给你打过很多回电话，都没打通，你停机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丁哥现在瘦的都跟棍儿似的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夸张。他。 不说这些了，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人就是这样吗？就永远都是相互拧巴，越爱越拧巴，直到错过为止。<笑>哎呀，错过了就错过了吧。对了，我刚才不说要给你带一句话吗？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？丁哥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骗我！ 你骗我的！我刚才是骗你的。现在我跟你说实话，其实他过挺好的。谁？你不认识。不认识，我也要知道，谁？不是你知道他谁有什么意义吗？啊？你认识他有什么用？你就算是认识他了，那不是也是自寻烦恼吗？
瞧你这劲儿啊！好好，我告诉你，是一男的。怎么了？人丁哥现在岁数大了，不小了，不想扛着了，累了，想接了就接了，这有什么不正常呢？啊？你瞧你，还不信啊？得，给你看一样东西，瞧见没有？这是我们舞蹈班集体给丁哥老师买的结婚的礼物，信了吧？我今儿刚买的。是一公务员通过别人给介绍的，岁数倒是大了点，但是呢对丁哥挺好，丁哥也挺满意，人家有事业，就算以后丁哥不跳了，生活一样也过得挺安逸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去？狗屁，都是狗屁！你为什么不劝劝他呢？我凭什么劝人家呀？我，他又不是入龙潭虎穴。又拧巴上了吧？摆在卧室一定很好。能告诉我他是谁吗？能告诉我他是谁吗？你问谁？别骗我，我知道了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快。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不干嘛，我就是想过来跟你谈谈。跟你说说话。谈什么？你留给我的信里不是都跟我谈完了吗？你还要跟我谈什么？谈。谈吧。你别这种态度，我求求你别老这种态度，行吗？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两句话吗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不走了，你会不会这么快嫁人？回答我呀！我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，认认真真的回答我。你住哪儿了？晚上找到住的地方了吗？会这样，我以为我可以放下，我以为今天这样，我总有一天可以放下。
我真是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我离开以后，我想了很多，有些话我没有跟你说过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是知道的，就是我伤害过你，但这并不能代表我就不能重新去爱你。你不能原谅，那是你的事，你对我的恨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不能看到你这样折磨自己，我不能容忍你这样把自己给毁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咱们第一年拿了全国冠军奖的时候，跳完舞咱们溜了出来，咱们坐在大街上小店里喝奶茶，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你从来没有那么害怕，从来没有那么怕死。你还说如果明天一下就死了，你宁肯从来就没有活过。全国青年冠军奖算什么？你还没有去过黑池，还没有晒过那儿的太阳，还没有看过那儿的海鸥。你说你这辈子就是为了跳舞的。你说你会一直跳，跳到老，跳不动为止。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。这一路以来怎么走过来的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我清楚。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你。如果你真要嫁人，我只求求你别放弃。我走了，祝福你。说我要结婚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要结，我一找着人我就结。不是公务员吗？什么公务员？哪来的公务员？你不是要结婚？你真的不是要结婚？东风，你绝对不是要结婚。放开我！对不起。你回来干嘛？你回来干嘛？你打！你静静的打！打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小妹，我回来了。爸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那些不是干。哎，不是爸说你啊，你说你看电视就看电视，你把声音开那么大干嘛呀你？啊？我多少点不对。真是的。哎，尝尝尝。呵，够会安排自个儿生活的啊。嗯。吃上饺子了还。 嗯，愿意做的。不愿意做的？要他妈呀！我知道，他怎么给你？你不在家，他叫我上他家去吃，我不去，他就给我送来了，我也不好拒绝，对吧？我说你真够厚颜无耻的啊！你倒心安理得。哎，你不是会下面吗？再说我走时候，我也给你留了钱，让你到外边吃饭啊。 外边的不好吃，再说他们家的饭就是香。你真不拿你自个儿当外人了。哎，爸，你也别当外人了，来吃一个。行行，我来。你愿意做的啊？嗯，好吃。尝一口。味道不错吧？嗯，真好吃。 哎，雅琴，是我，我回来了，我刚到家。啊，顺利吧？你干嘛呢？我刚给丫丫洗完澡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丫丫带回来一只烤鸭，北京烤鸭。一会儿让那个小麦给丫丫送上去啊。哎，你明天中午有事吗？那，咱们一块吃个饭。 吃个中午饭，好好的，怎么想起中午吃饭？没事就不能吃饭了？行。啊，说好了，一块吃个饭啊。挂了。哎。来。 哎，好，这儿挺好。那歇歇啊，来，坐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给我们来瓶好点的红酒啊。好的。怎么样？这儿不错吧？不在乎吃什么啊，安静，好说话。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嗯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犯不上费这么大劲。 你真是，哎，你有点无趣啊。哎，对了，烤鸭吃了吗？好吃吗？还没吃呢。麻烦你这么大老远的带回来。瞧你说的，你不还天天管着叶小麦的饭呢吗？这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这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这，来，咱喝一口。 什么事儿？说吧。那我可真说了啊。怎么说呢？其实呢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我想送你一件礼物，我又怕你不收。 这回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买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啊，其实还是，就上回，咱们一块跳舞比赛，回来咱们吃饭庆祝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事儿吗？接着上回那茬说的还是。上回哪个茬啊？就是跳舞比赛，咱们胜利了，咱们。 吃饭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那你现在，我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想。嗯。
知道我这人有很多很多的毛病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不是那种毛病最多的人。我认为我身上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。其实关键还是自己，真的。我这心里头想，我不想再错过，我不想再错过我不应该错过的人。其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、这个场合跟我说这样的话。以前那个人也是在中午来找我，也是这样和他一起吃饭，甚至场合都一样。我说的不是你，这和你无关，就是我不敢再相信这样的事情了。雅琴，人跟人是不一样的，真的，人跟人不一样。跟人真的不一样，雅琴。人跟人最难得的是合适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就忘掉一切，咱们俩一起照顾丫丫和小满，行吗？你干嘛去？洗手间。小姐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冰水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在乎这个比赛，真的。那是因为你在乎，你在乎我就在乎。感觉太抽象，而且感觉是会变的。与其战战兢兢，不如把握现在。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，人跟人最难得的是合适。这事儿咱们两个说了不能算，你得回去问问小麦，我要回去问问丫丫。啊，这么说你没意见，同意了？咱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了，当然，我帮我带上。
哎呦呵，这真是你啊！哎，各位各位，根据我个人的资历，一到那儿聘请我为营销总监，而且配了专车。可以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可命真好，还给你配了车，哎，你这回得知足了啊！哎，我告诉你。 营销总监那可是副总经理，哎呀，这车确实漂亮，非常漂亮，有味道。哎，你多少钱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顶级配置50000多，最便宜的也得30000。哎呦呦，你可真了不起啊，这能上能下啊，还绿色的。小东，你现在总算又扎下来了，对，怎么说又是严总了啊？以后一定要好好干。 千万不能再马虎！放心吧，蔡阿姨，我有那句话吗？天不灭曹啊！人生豪迈，我现在可是开着奔奔大奔啊，一切从头再来。同志们，哎呦，同志们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告诉你们一个新闻啊！哎呀，绝对爆炸！你们想都想不着。 小罗老师回来了，啊，龙鹏，龙鹏回来了，罗鹏回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小丁老师，我们这正，啊，啊，好好好，再来一个，这个吧，油焖大虾，吃不了啊，这个，这个好，红烧肘子，来一个，哎，咱们再来个辣的吧，这个吧，红烧扇片，好。 谢谢，你疯了？不过了。我请客，你担心什么？吃不完咱们打包。为什么呀？你说。不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请你。别装了。我装什么了？我。来，我敬你，敬助人为乐的叶老师。 你在北京碰见他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还要变瞎花？我其实就是心血来潮，我就是那么试一试，我就想让他跟你还能有联系。 我还行吧，我其实就是不想看着那个，不想看着友情人那么拧巴。老叶，说实话，你这个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。谢谢你，老叶。 好啊，太好了，啊！所以说呀，这个友情人还是要走到一起的，是吧？这就叫这个剪不断拆不散，打不垮，哎，敲不烂。你倒是觉得呀，太浪漫了，是不是，蔡阿姨？是，真的，真浪漫。好好浪漫，我一辈子想找这种浪漫的没找着过。哎呀，叶老师，叶老师，叶老师。 这要是写这个古典小说，这一章回该起个什么名字呀？啊，是不是得叫社区比赛拿名次啊？叶知良瞎话赚罗鹏。好好好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。 我动机是好的，我出发点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我也蒙得太苦了。我不蒙你，你回得来吗？我不蒙你，你今天能坐在那个丁哥身边吗？你得感谢我才对。人家来就是感谢你的，是不是感谢？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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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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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爷干了干了！干了干了老爷干了！来来来，我把那个酒给拿过来得了，你们在这坐着啊。啊，好。
各位，我发表一点感慨，感慨。老爷，听我说两句。感慨，听感慨啊！听我说两句啊！真的啊，这世界上最难最难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宽容。那当然了，我不同意那个无原则的宽容。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要交流。要给机会，要沟通。咱们一块跳舞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，是不是？我敢说，这世界上啊，要是有一法律规定，每人每天必须跟陌生人跳舞，或者唱歌，或者聊天，一个小时以上，这世界上这仗还打得起来吗？哎呀，他打不起来呀。打算去参加比赛吗？那肯定啊，应该。可是你们要准备参加比赛，可别抛下我们不管呐！当然不会了，不会。哎，小兰，老周呢？怎么情况？他给你打电话了没有？来不来？我跟他打了，涛涛不来，还说呀、让咱们玩的开心点。哎，他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打电话问他好几次，他都不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一样，他也不跟我说。嘿，你说他这人真是。这个凉的，这个。呦，叫我看看，来，哎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早买的。什么？你早买的？我怎么没见你带过呀？啊，你赶快吃，我给你吃这个好吃的。什么呀？我不吃，我吃这个，我吃完了。老爷，你是不是算亚琴买什么东西了？没有。走，这是那。哎，拉我干嘛？拉我干嘛呀？他拉我啊！怎么了呀？哎，诸位，我宣布一个爆炸性的新闻。说，听好了，安静好了。今天呀是个好日子。今天咱们除了欢迎罗老师回来之外呢，目前在座的有两位同志，也马上有好事了。什么？
我一开始就不应该把你弄丢，还好，终于把你找回来了。不恨我吧？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我会再犯以前的错误了。我要更加珍惜你，爱你。 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我要留下来陪着你。我真的不会再走了。咱们不是没钱吗？没钱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挣。你也不用辞职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咱们就在这里扎下来，咱们一起认认真真的开个班。 我想，哪儿都有学跳舞的，两个人教，总比一个人教效率高。咱们认认真真的教学生，或许能找到些赞助。只要咱们挣够了钱，咱们去黑池。你说呢？怎么样？说话呀！ 我怕米大海拿我打岔呀！给我拿吧。别，我来吧。笑什么呀？啊，我笑，你还怕这个？嗨，你以为我天生就是一厚脸皮呢？其实我内心腼腆的很。这天呢，这天还算可以，不冷不热的。对，不冷不热。来来来，哎。 来来来来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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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过日子嘛，是吧？他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定、比较舒适的环境。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要的，要一定要的，我要把我那房子啊，重新给装修一下。啊，对，我们一定会像您说的那样。给他一个舒适的环境，阿姨您放心，这事儿早就在我的议事日程之中了。那就好。是是是，其实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，是吧？既然你们都计划好、安排妥了，就行了，啊？商量着吧。来了，吃瓜呀！哎，好，吃，别客气。来，以后楼上楼下住着。让小曼，有时周五你们过来的时候，就能上楼到我们家来嘛。哎，是是，一家人了，什么事都别客气啊，是不客气。你什么时候想到要装修的？就刚才。你别开玩笑，受不了场。我没开玩笑，装就装啊！为了你，我再装修一次，我值。你好，你们找谁呀？我找冯总。冯总啊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谁呀？找你的。冯总，哎，是我们。冯总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你们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啊？谁告诉您的？我们打听来着。冯总，你看是这样啊。我是他爱人，你看关于他那个检查的问题，您看是不是？嗨，行了，我不是跟你们俩说过吗？我们是有制度的，关于他的去和留的问题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啊，我们得集体研究才能决定啊。现在我告诉你们吧，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改制的问题，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问题。现在您听清楚了吧？啊，清楚了，您说的我们都明白。可是我们家的情况吧也比较特殊。孩子上学吧，也特别不容易。您看，要是能照顾的就尽量照顾一下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哎，别，你们干嘛干嘛？你收下。哎，别来这一套。你收下。行了，这个事我们得回去研究研究再说。你们先回去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见。冯总，你收下。谢。你收下吧。也没什么。再见。冯总。